商店啊，所以如果是小商店开的，因为都还蛮有特殊的小东西。OK， 好，等一下穿过去呢，就会看到这个黄金屋顶。后看啊，是一个广场，也是国王去宾巴看庆典的一个地方。你看左右两边的房子，哦，看这一栋、这一栋、这一栋、这一栋，哦，还有前面的旁边那个，这么漂亮，真是欧亚了。好，那先介绍地理位置。我们刚刚从那个巷子走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等一下回去，就看到这个黄金屋顶，啊，哦，然后那走过。然后因为我走到这个十字路口，再跟对啊厕所再打一个方向，好，而且一个公共厕所啊，就买个咖啡坐下来，好，豪宅下面，好，很多很多的啤酒在那想象在里面。好，那你现在跟我走到前面。